天的记者会现在开始。我服务做得很好。那你去年怎么会输？我们的存在是让候选人站到浪头上，我们是造浪者。我是真的非常喜欢幕僚这个工作。大进场，凯凯，下雨了。我觉得你比我还认真。这不就是幕僚的工作吗？选举就扣，就谁，那我谁就赢一半。我们要把这场仗打赢，好不好？选举真的蛮糟蹋的，每天在那边笑啊。我是有很缺这一票，是不是？我们是真的很缺那一票。公正党对于赵长德院长担任新前总统副手有什么看法？赵长德对你来说是强劲的敌手。身为输的一方，我们有犯错的空间。民和党需要的就是世代交替。恭喜副总统夫人，真的遇到靠山。你娘！不要，那你谁来啊？